尊敬的咨询法师，还有严教授，还有台上台下的企业家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深圳的张伟玲。我觉得我很感恩咨询法师为我们大湾区的所有的企业家们，咱们有缘有这么殊胜的因缘相聚在咱们美丽的西园。我很高兴也很感恩，我是第二次来到西园。我第一次是参加了九月份的，参加完以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咨询法师，我参加早会的时候，他从那个门进来带我们上早课那的时候，咨询法师迈进那个门槛的时候，我的整个人是很热，就一股暖流从我的头顶贯彻到我的脚底，突然间我就落泪了，很感恩那种的感应，我就觉得很难得。回去以后呢，我就入班了。现在呢，我是深圳企业三班的三级修学的学员，而且呢，我这次呢也带了好几位咱们深圳的企业家过来，刚好也有位企业家在香港，因为她女同胞嘛，女企业家她是过不来，因为交通不方便，也存在这个问题，她也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有因缘可以来的。那么呢，我的工作呢，我是一名老的证券从业人员，现在呢任职于一家某个券商营业部的一个总经理。那么呢，我想向法师请教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客户，也是很多朋友，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东们，就是想问又不好意思问又不怎么敢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都知道中国的股市都是熊长牛短，那么在熊市或者是股灾出现的时候呢，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东们，他们的资产肯定是随着股价的下跌资产缩水，那么我们的很多的高净值客户呢，也因为股灾他们的市值可能就不是打五折，有可能是两折甚至一折更甚。那么呢，我在从业这么多年，然后也会经常接到很多的我们的高净值客户会跟我去，也不叫吐槽吧，就说他们也会跟我说出他们的困惑，因为这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学佛的，也三皈依，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看我也做了三皈依，我也做了功课，同时呢我也进行供养，我还进行财布施，我也会去放生，那么为什么每一次的股灾佛菩萨不保佑我，为什么还让我去亏钱？我觉得很纳闷。他甚至我现在连佛法我都不想学了，生不起那种信心所以呢我就向法师提问哈，也帮那些不好意思问不敢问的那些股东们向法师请法，感恩咨询法师。哎，我加个小贴士啊，法师这个他是证券商，就是专门帮人家炒股的我不帮炒股，只是说证券公司提供一个平台，对，给到大家去进行一个资本市场的融资在里面，但是都会亏钱也有赚钱，现在亏的比较多而且他说他的那些客户啊老师这个学习但是还是亏钱他们也学佛应该法师知道好，请法师开示好这个信仰啊的这个功利心很强哈，这个感觉呢比较像在跟这个佛菩萨这个做贸易啊，有很多人他这个到寺庙里边，然后这个供上几个水果，然后就提出这个事业顺利、孩子平安，这个等等啊，这个所有的好处都希望通过这个几个水果就能实现了。
这个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买卖呀？对。那这个当然首先呢，股票啊有股票的这个规则，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一个人就是你的事业啊做得顺利不顺利，当然也有你的机遇，福报，这个福报来自哪里？其实最主要是来自于这种利他，真正的纯粹的利他心。当然利他心佛教讲这个有三种福田，就是这个三，就是一个人你要福报，福报呢你就要去耕植这个福报的田，就像农民呢，我们要这个要收获庄稼，那你就要去种田，这个田呢有三种，一种呢就是属于恩田，就是对有恩于你的人你要知恩报恩，一种呢是属于敬田，就是对那些有德的，当然也包括供养三宝，有德的人你去尊敬他供养他，你也能得到福报。第三种呢就是悲田，悲田就是这个从慈悲心出发，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有困难，你愿意去帮助他，去救济他，做慈善，做公益，带着纯正的这种利他心去做这些事情，你也能够有福报。那么我们做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要越纯粹越好，不要有功利的色彩，就纯粹的去做，越纯粹这个你的福报就会越大。这个金刚经里边讲到这个无相布施啊的时候，他就讲到佛陀就问到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看看那个东方的虚空有没有尽头，那没有尽头，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的这个虚空有没有尽头，那肯定都是没有尽头了，虚空的尽头在哪里啊？虚空如果有尽头，这个尽头以外是什么？然后佛陀就进一步说了，如果一个人就是以这种没有功利的心，不执着的没有功利的心去做好事，你所得到的福报就像虚空一样，叫无相，这佛教里面叫无相布施。因为无相布施，我们一方面在做这种布施，同时也在成就我们的慈悲心，也在完成你自身的这种修养，但是如果你带功利心呢，你有可能就会增长贪心，所以在修行上来说它的性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企业家的朋友，我们要想呢，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更有福报，其实我们要多培养自己的利他心、慈悲心，多做善事，我想这是帮助我们增长福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么至于这个怎么做股票的问题哈，这个也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心，一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投资而不是投机，这个我们过去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啊最打击的就是投机倒把，这个但现在很多这些做股票啊带着投机的心态，这种投机的心态呢，尤其这种恶性的这个投机，会导致呢给很多人带来伤害，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投资的心态。那么既然带着投资的心态呢，当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不要看着眼前的这些外在的表现，哪一个股票比较高，哪一个股票比较低，每一个股票它的企业是背景，你要去了解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啊它是不是一个这个长期发展，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华为啊，什么这个像阿里巴巴，像很多这些大企业，他们本身这个实力很雄厚，就是它的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个世界也是无常的哈。
这个行的也会变成不行的，不行的也会变成行的，但是行与不行都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有它的因缘。你要去了解这个企业的建设，这个企业的发展，这个企业的管理，这个企业的实力，以及这个企业产品它的愿景，你要真正通过充分的了解之后，你去投资，带着投资的心态，这个有一种共创共建，这个共同的来去这个投资。那我想呢，你也不用再带着太强的这种患得患失之心，你相信这个企业，那你的投资呢，那应该来说它的回报就不会太差，就不会有问题的。所以呢，做什么事情呢，也是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有太强的功利的色彩，还要有一种无所得超然的心态，这种功利心、患得患失之心不要太强。那么这就是说，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利他心啊、超然的心态呀、应用在买股票的过程中，而不是光是供养几个水果啊或物食啊，这个跟学佛是两个概念。你供一个神也是一样，这个还是供一个随便拜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这种信仰带有很强的迷信的成分，所以是有问题的。不过法师刚刚讲了啊，各位以后买股票的时候，这个不要太急功近利，但是我估计操作上有难度，买股票的都是急功近利为主。这个不过从基础面上多想一想，本身你也不要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砸进去，你只是一个投资收益，然后在基础面上去做，这个做长远的东西，而不是做短期投资。确实这个是一个从专业上来讲是这样做才合理。所以法师大智慧他这个一弄把专业上的东西都已经讲完了，